对不起，让一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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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进过进过，对不起啊。杨大人，嘘，走走走走走。刘公公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杨大人，我正是为你来的。前两天太子殿下为了帮你，跟李太傅立下了盟誓，可是足足三个月不能出宫啊，所以太子殿下让我给你传个话，劳烦你帮个忙，帮他赎出那个清官新上任。嗯，多谢太子大舅，杨凌义不容辞。刘公公，在下还有个小忙，还想请刘公公帮我一下。什么忙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这杨府啊，最近真的是不景气。哎呀，杨凌在这里啊！哎，杨大人，不是，我不是杨大人，哎，我不是杨大人，哎呀，别，不是，我不是杨大人，我不是，我不是杨大人，哎，我不是杨大人呀！忘了问他太子喜欢的是哪个了，哎，我不是杨大人呀，哎，我不是啊，我不是杨大人，哎。